表达的心声就是，中国虽然崛起并试图向外输出反人权、反民主的价值，但是我们不会买单。那我们会持续的行动，持续的发声，我们希望可以造成改变。青少年来讲，我们最重要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传承，但是藏传佛教里面也是像拉隆格，国民佛学，中国政府长期的拆除，拆开。我们的寺庙，还有中国的干部会管制西藏的寺庙跟学校。那西藏的寺庙这些宗教，中国共产党根本不了解宗教，那他怎么会来管制我们的寺庙？我们佛学院就是有2000多个喇嘛跟尼姑，去年从那边要离开，回去西藏自治区。然后到西藏自治区，他们不知道要跑去哪里，所以习近平跟对我们西藏宗教自由是根本没有进步，还有破坏很多很多的那个宗教部分的。那中国自己今年年初跟年中所施行的境外 NGO 管理法跟网络安全法，其实都很明确的去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要求所有的关键基础建设的这些营运者、网络的公司，他必须要把所有的人民的资讯存到中国的境内，以方便来让这个中国的政权去做所谓的监控跟资料的索取。那很多人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李明哲其实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台湾上网，然后发表一些就是说分享台湾的民主的相关的一些言论，然后或者是说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的一些发展。然后因为这样的言论而入罪，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宣判结果，或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对台湾的民主社会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哦。过去这么多年来，台湾走过白色恐怖、解除戒严等等，然后争取我们自己所享有的现在的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看到说现在因为李明哲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甚至我们自己台湾的政府，对于中国的人权侵害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一些谴责跟呼吁，而是自我审查、自我晋升，然后表示说，哎，如果你想要去中国，那你就是闭嘴，乖乖的不要讲话。那这样的一个自我审查跟自我的晋升，事实上是严重的去伤害了台湾从过去一直以来所争取到的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然后也在不断的去帮中国政权去扩展他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哦。我们的文化跟教育这些是在西藏的学校里面，中共强迫你要一定要学习汉字，但是扎西王珠他是在中国底下长出来的一个年轻人，他要求中国政府好几次就是要保留西藏的文化跟文字这些，那中国政府根本不理他，最后他跟外国媒体采访之后，他已经在关在监狱。2009开始，在西藏里面150几个藏人自焚，因为外来西藏的在人权、宗教自由、达赖喇嘛要回家的部分。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有80几个人就是自焚在西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查出来，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之后在西藏里面的人权跟宗教自由是完全没有改变的。20几年以来啊，台湾有很多的政客、很多的资本家都一直期待台湾可以分享到中国崛起的这些经济红利。那不论这个经济红利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到，铁铮铮的事实就是中国也不断在输出它的对于民主的迫害，对于人权的打压，也不断的透过他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将这些迫害和打压输出到各地。这样子一个冰冻的状态，正是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台湾政府究竟要如何，或者是说台湾的公民团体以及所有台湾的民众，到底要如何重新加入重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队伍当中。
那在其他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以至于对于中国非常多的人权侵害以及不当的政治影响的经济影响的作为噤声不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更必须要挺身而出，因为它就在我们的旁边，任何它的民主跟人权的倒退，我们都会是首当其冲。对于我们自己所主张的价值，其实最有利的不是跟中国在外交上面做基础建设上面的竞争，比方说去帮人家盖公路，或者是去盖白宫，或者是盖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总统府，而是我们应该比较聪明的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比方说我们要去资助的是这些国家跟民主、跟人权、跟他的一些社会的基础建设有关的一些计划。正在这样子的氛围底下，我们真的建议说，台湾政府应该要思考看看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去连接台湾这个已经被世界的人权体系隔离了几十年的这个重回这个行列。比方说台湾政府人就可以考虑，我们也要来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去提交相关的一个人权的报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或者像是两年前西藏的宗教领袖丹增德仁波切，都是在被中国监狱关押的期间非常不幸的死亡。那所以就是国际现场网络在今天在这个十九大开始的前一天，我们会就除了全球行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行动，是可以让全球各地，不管你有没有时间跟空间，可以站出来发声的人可以参与，就是在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脸书上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打卡行动。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每五年的这个就是党代表大会的举行地点都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那这个地方虽然说中国是就是封锁脸书，但这个地方是有个打卡点的。那我们希望，虽然说大家现在可能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就是到脸书上就是打卡的地方去搜寻。这个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Beijing， 或是搜寻北京人民大会堂都可以。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卡，然后就是显示你对这件事情的关心。那在打卡期间也可以留言，就是留言或是放图片、放各种连结，就是告诉北京政府，我们是有在注意你在你们国内国外的各种人权上的侵害。那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政权，习近平就以习近平为主，这个政权是需要为这些人权的侵害负最大的责任。